那么我们前面是介绍了一些代数版本里面的这个 K 理论，那么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模仿前面关于这个拓扑 K 理论的这一整套的理论的话，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代数的版本里面，我们的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陈列的理论是怎么去做？当然，如果 R 是一个交换函的话，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陈列理论，就是说我们考虑它上面的开了微分，然后开了微分所对应的一整套的这个微分形式的理论。那么，如果 R 是不交换的，并且我们如果想考虑所有的这个高阶结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要使用的这个 PowerShell 的同调理论。我们假设 R 它是一个域 K 上的一个结合代数。那我们可以定义所谓的这个 PowerShell 的同调，它是什么呢？我们把 R 看成一个 RR 双模，就是它既是一个左 R 模，又是一个右 R 模。然后我们把两个 R 呢，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 R 把 module，然后把这个左 R 模的结构也探测起来，右 R 模的这个结构也探测起来，然后这么一缩，我们就得到我们定就定义这个东西呢是 R 的这个 PowerShell 的同调。关于 PowerShell 同调，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么 HKR 定理。它说什么呢？如果 R 是交换的，并且是光滑的，也就是说，就某种意义上讲，R 是 K 上的一个我们通常理解下的一个光滑空间。那么这个 R 的这个 PowerShell 的同调同构于什么呢？同构于这个 R 上面的所有的微分形式，比如说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这个 PowerShell 的同调呢，可以看作是微分形式这个概念的推广，它在这个非交换环和带起点的环，就是奇异的环这种更一般的这个框架里面的推广。那么我们有了微分形式概念的推广，那么这个陈列的推广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陈列的推广，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个它们的只考虑高阶结构，只考虑 K0 和 HH0 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回顾一下 K0 是什么啊？K0 是 R 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投射模所构成的范畴，然后所构成的集合，然后再集合意义下做一个群的完备化。然后一个投射模是什么呢？投射模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自由模里面的一个直和分量，我们可以用一个幂等矩阵来描述它，就是说到它的这个投射的这个矩阵，它相当于是一个幂等矩阵。然后我们取这个幂等矩阵的它的 G，我们可以证明它的 HH0 里面是一个不变量。这不变量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我们不考虑高阶结构的这么一个陈列的一个推广，就大家可以估一下，前面我们在定义陈特征的时候，它本质上就是对这个投影矩阵求一个集。那么我们如何去考虑这个高阶结构呢？就首先我们把这个 PowerShell 的同调给它进化一下，就假设 R 是一个环，那我们定义 THR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做跟前面 HH 做的做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我们不是在这个 K 代数的范畴里面做这个 R 把 module 的这么一个张量集，而是做什么呢？我们是在这个 S 代数，就是在谱的范畴里面，我们把 R 看成 RR 把 module，然后在这个新的框架里面，我们做它的这个张量集，这样定义出来呢，就是 THHR。就是说，THHR 呢，它是在这个把 R 看成一个 R smash R off 模，然后在 R smash R off 上面做一个张量集。大家可以想象出来，这个在球谱上面做这个张量集，要比在 K 上做张量集这个操作要复杂得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Bauschat 的 Wellhausen 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就是大家
取这么一个直观的感觉啊，我们给一个拓扑空间，我们给它做一个道路空间，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得到一个由这个道路空间，由这个拓扑空间所对应的这么一个群，就是我们一般认为一个高阶范畴版本的一个群呢，它是一个道路空间。然后呢，我们给这个群额外添加一个基点，然后做它的 suspension pool。这相当于什么呢？这相当于做了一个循环，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群如何把它做成一个循环呢？就是说，我们考虑它所对应的这个由它自由生成的阿贝尔群，然后用这个原来的群的乘法呢，变成了现在这个它自由生成的阿贝尔群上面的这个环的乘法。然后完全类似的，我们把一个道路空间做一个 suspension pool， 然后它上面的这个道路空间的这个乘法呢，变成了这个 R 上面的这个作为环谱的乘法。好，我们考虑这个 R 的 THH， 我们可以证明什么呢？我们可以证明 R 的 THH 呢，它是一个 suspension pool。 是什么东西 suspension pool 呢？是 S 上面的自由道路空间的这个 suspension pool。 什么是自由道路空间呢？就是我们通常的这个 omega x 呢，我们要求这么一个道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在 x 基点上。自由道路空间呢，就是我们只要求这条道路的起点和终点相同，但不要求它在这个基点上，这叫自由道路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一个道路空间的 THH 等于自由道路空间。这是一个基本的计算，也是大家对于这个 THHH 长什么样的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直观理解。就是说他把一个群变成他的这个 classified space 上的自由道路空间。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所谓的 Dunn's trace map。 它怎么定义的呢？就是我们首先从这个 DGLN 出发，大家回顾一下， DGLN 是定义代数 K 理论的一个中间状态，然后一个空间呢，可以很自然的嵌入它上面的自由道路空间，就是任何一个点把它变成在这个点上的常值道路，这自然是一个到自由道路空间的一个嵌入。然后这个自由 DGLN 的自由道路空间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可以把它嵌入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就 DGLN 的道路空间，它等于什么呢？它等于这个 GLN 的这个 suspension pool 的它的 THH。 然后 GLN 它又等于什么呢？ GLN 如果我们 只把它想象成一个 monoid 的话，它相当于是 MATN 里面的可逆元。这样的话 GLN 它的 suspension pool 自然是 MATN suspension pool 的一个有这么一个态势。然后根据 THH 的自然性呢，我们自然是可以从这个BGLN 的这个自由道路空间到这个 MATN 的 THH 有这么一个开始。然后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 THH 它也是保毛维塔等价的。这是一个不那么显然的事情，因为我们前面在定义 THH 的时候，它是通过这个 R 来定义的，它并没有使用的，我们并不是可以直接可以看到 THH 是可以穿过 R 上面的模的范畴的。但事实上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R 的模的范畴上面直接定义 THH， 我们可以证明 THH 它是保毛维塔等价的。所以呢，前面这个式子里面后面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F 的，直接想象成 F 的 THH， 然后让 N 趋于无穷大，然后再取个 group completion，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所谓的 topological Dunn's trace map， 它是从 F 的这个 K 理论打到这个 F 的 THH 的。这 Dunn's trace map 呢，我们就可以认为是前面这个 trace map 它的一个高阶的版本。比如前面这个 trace map， 如果我们把它的所有的这个高阶结构考虑进去，我们得到的呢就是这个 Dunn's trace map， 它可以看作是在这个代数 K 理论里面的这个陈特征的一个推广。那么这个就是有了陈特征推广之后，我们还想复制什么事情呢？我们还想考虑一下底下这个定理有没有可能也给它推广了。也就是说，在代数版本里面，
这个 K 理论和某种同调论是同构的，然后它们之间呢由这个成特征给联系起来。好，那怎么联系起来呢？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就是我们通常上同调它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取所有的微分形式，然后考虑上面的这个外微分，然后这个外微分取这个外微分的同调就是德拉姆同调，然后就得到它的上同调，然后陈特征呢是给出了这个 K 理论探测一个 Q 到这个严格说是探测一个 R 到它德拉姆同调的这么一个同构。如果我们想模仿这件事情的话，首先我们会发现这个 HH 还不行，为什么呢？这个 HKR 定理告诉我们 HH 它是所有的微分形式，我们是它上面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外微分，我们如果想模仿的话肯定得把外微分考虑进去。那外微分是哪来的呢？就大家看一下这么一个例子，就是 THHR 呢，它是一个自由道路空间，在自由道路空间上，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它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 SE 的作用，就是圆周作用。任何一个自由道路，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道路本身沿着道路上面的圆周转一个角度，它有一个圆周作用。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 dynamic trace map 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这个 BGLN 是哪来的呢？它这个 BGLN 的自由道路空间关于这个圆周作用的不动点所构成的集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自由道路空间中这个自由圆周作用它的不动点是有哪些呢？自然就是那些长直道路。所以说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想用这个 THH 去逼近这个 K 的话，我们要对 THH 取一个SE 作用的不动点，而 SE 作用这件事情，从这个代数角度看的话，它相当于一个外微分，也就是说，这个拓扑版本里面模型是微分形式，它的这个外微分在这里面的类比呢，就是 THH 上面的一个 SE 的作用。那我们看一下 THH 的这个 SE 作用是哪来的，就首先 THH 我们可以把它形象的画成这个样子，就是说两个顶点呢是两个 R， 然后上面这条线呢，就是说这两个 R 呢通过一个，就是这个 R 是一个右耳膜，这边 R 呢是一个左耳膜，然后通过这条线呢在 R 上做一个 tensor， 然后底下这条线呢是另一个方向沿着 R 做一个 tensor， 就是这个图里面，就是每个 R 呢是一个双耳膜，然后每条线呢它都是一个在 R 上做一个张量机，然后这么转一圈呢，就是我们的 THH 的定义。好，那么再看右面这个图，右面这个图我画了五个 R， 而这五个 R 呢，它们之间用线连起来，然后每条线呢，相当于关于一个 R 做一个张量机。好，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如果 R 和某个东西在 R 上做张量机，那这个 R 是可以把它用这个张量机给它吃掉的，因为 R和任何一个东西，就是 R 在 R 上探测一个 M 的话，它是标准同构于 M 的，所以这五个东西的张量机呢，我们自然是可以把其中某个 R 给它吃掉，变成一个四个 R 的张量机是标准同构的，然后呢再吃掉一个，再吃掉一个，最后同构于左边这个两个 R 的张量机，这时候我们没办法再吃掉一个了，因为吃掉一个的话就变成 R 和 R 自己，然后再怎么做一个张量机，这个东西就代数上写不出来了，虽然几何上我们可以理解，代数上写不出来，所以两个 R 就不能互相吃了。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就是说 THH 呢，我们可以写成两个 R 的张量机，也可以写成五个 R 的张量机，也可以写成任意 N 个 R 的张量机。然后写成五个 R 的张量机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转这个，就是转一个这个1/2π的，就是给它转个72度，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五阶群的这么一个循环作用。然后我们随着这个不断的 R，如果是 N 个 R 转圈这么张量出来的话，那么它自然是有个 N 阶循环群的这么一个作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任何一个有限阶的循环群都在 THH 上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作用。然后把所有这些作用组合起来呢，我们取个极限，我们就可以想象出这个 SE 的 THH 上是怎么作用的。就来自于这么一个，这东西叫做这个重心重分的这个，来自重心重分的这么一个群作用。
这个是在 TAH 上的这个 XE 作用的这么一个直观的理解。那么我们 THH 上面有了群作用，那这群作用如何帮我们产生一个更加精细的不变量来研究 K 理论呢？这我们回顾一下，我们通常的这个，如果一个阿贝尔群上面有一个群作用，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假设 G 是一个群，然后 A 呢是一个 G 模，就是一个有群 G 作用的一个阿贝尔群。那么通常的做法呢，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群的上重调。群的上重调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BD 上面的一个同调，就是说 G 的这个分类空间上面的一个同调。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个 H0 是什么呢？ H0 就是这个 A 在 G 作用下的不动点。所以说这个上重调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群 G 作用不动点的导出函子，然后类似的我们可以做群的下重调。下重调就是它的分类空间的这个下重调，完全类似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一个群它的上重调跟下重调是可以连起来的。首先呢，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所谓的这个 num 这个操作，它从这个 G 的第零个下重调打到 G 的这个第零个上重调。大家注意啊，这个 H0 GA 是等于什么呢？我们前面刚说过，等于 A 的这个关于 G 的不动点。那这个怎么操作呢？我们对任意和一个 A 里面的元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GA 给它加起来，就是相当于对于所有的这个 G 取个平均。这个 NA 呢，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它关于这个 G 作用是不动的，因为所有的这个 G 的这个动一下的话，它都是求到个和，对它的轨道求到个平均。好，这样我们就自然定义出来一个从 G H0 到这个 H0 的下重调到 H0 上重调这么一个映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上重调跟下重调接起来了。我们定义一个 K 的同调，怎么定义呢？就是说 HN 当这个 N 大于等于1的时候，就等于 G 的这个上同调，然后这个 H hat 0呢，就等于这个 N 的 co-kernel， 就相当于所有的这个不动点商调来自于 num 的不动点，然后 H hat 负1呢，就等于这个 N 的 kernel， 然后 H hat N 当 N 小于等于负2的话，就等于这个 H 负 N 减1这个这么相应的这么一个下同调。比如说类似于这个 H 负2呢，就等于 H1 的下重调， H 负3呢就等于 H2 的下重调。就当初 Tate 他搞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是为了做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类域论，大概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把上重调跟下重调接起来之后，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它上面还带一个乘法结构。就通常我们知道就是说一个群的上重调的话，它的这个下重调上面是没有乘法结构的，但是呢，我们把上重调跟下重调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乘法结构。特别的呢，我们从这个 H 负二到这个 H 汉的负二到 H 汉的零之间，我们用乘法结构可以做出一个箭头。这个箭头呢，就是这个所谓的阿廷互反律。那么在拓扑的版本上，我们可以完全类似的做。就这个地方呢，我们引入一个东西概念叫做 naive equivalent spectrum，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因为历史上我们有一个我们的这个 G spectrum 嘛，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结构，就是我们现在直观的一个谱，然后上面带一个 G 作用的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 naive G spectrum。 然后我们假设 X 是一个 naive G spectrum，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构造呢？首先我们可以构造它的这个同论波动点，就是说我们考虑从这个 EG 是什么呢？是有一个 G 作用，并且有一个 G 的自由作用，并且呢它是在这个非等边域下可缩这么一个空间。我们考虑所有的 EG 到 X 里面的保这个 G 作用的所有的这些映射谱，我们把它称作是 X 的同论不动点。然后相应的，我们还可以定义所谓的这个同论轨道，
它什么呢？是 X 和这个 E 级做 smash product， 然后再把这个 E 作用商掉。这有点类似于在代数的版本里面，我们先做一个自由消解，然后再把这个，然后再做这个轨道这么一个函数。然后和前面的版本类似，我们有一个这个拓扑版本的 Node Map， 它从什么到什么呢？是从 X 的这个同轮轨道到 X 的同轮不动点。然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 Take Spectrum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Node 这个 Map 它的这个映射锥。就是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从这个 Node Map 的构造，我们很难看出来这个 XTD 上有一个乘法结构。但是我们可以证明 XTD 它是有乘法结构的。就是说，如果 X 本身是一个 E-infinity ring spectrum， 并且 G 作用是保持它上的乘法结构的话，那么 XTD 上有一个自然的乘法结构。这个是 Tate spectrum。然后我要说的是，就是说前面的所有这些构造呢，都是有谱序列可以计算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这个 G 的上通调去弄一个谱序列去算 X 的这个同轮不动点的同轮群，这个叫做 homotopy fixed point spiral sequence。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G 的下通调去算 X 的这个同轮轨道的这个同轮群，这个叫做 homotopy orbit spiral sequence。我们还可以从这个 G 的这个 Tate homology 去算 X 的这个 Tate spectrum 的同轮群，这个叫做 Tate spiral sequence。就是还要注意一点是，这个地方虽然都是画了这么一个符号，但并不是这个在强的意义下收敛的。就是有很多例子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左边这个东西它的 E 无穷E 跟右边这个东西真正的答案其实是长得完全不像的。就是说我们只抽象的有这么一些谱序列，它的这个收敛性呢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这个 THH 前面我们构造它上面的 S1 作用，就本 S1 作用是哪来的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啊，就不断的给它把 R 给它蹦出来，然后给它转圈。就是我们发现这个 THR 上不仅有一个 S1 作用，它还额外带一个 Frobenius。 这 Frobenius 是什么呢？是 THHR 它达到什么呢？达到 THR 的关于这个 P 阶循环群作用的 Tate， 并且呢这个 Frobenius 呢它是保 S1 作用的，就左边是有一个自然的 S1 作用，右边呢严格的讲是一个 S1 商角 CP 作用，但是 S1 商角 CP 呢它也是个 S1，就在这个意义下呢它是保 S1 作用的。我们有这么一个 Frobenius。 就比如说呢，如果 A 是一个 E 无穷谱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THHA 呢想象成是由 A 生成的一个 A 自由生成的一个带 S1 作用的这么一个 E 无穷谱。然后呢 A 到这个 P 个 A 的 smash product 这个 Tate spectrum 有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 Tate 答案高呢，然后由它诱导出来一个 THA 到这个THA TCP 这么一个映射。就是这是 A 交换的情况，如果 A 不交换的话，这个要稍微复杂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用，就本质上还是来自左边这个映射这么一个对角线映射。就大家可以想象左边这个对角线映射可以提到一个 THH， 然后呢就类似于左边是这么一个 R 到 P 个 R 之间的有这么一个映射，然后把它给弄起来之后，我们就到这么一个 Frobenius 映射。好，然后我们就知道 THH 它上面有两个结构，一个是 S1 作用， S1 作用呢相当于是经典的这个德拉姆的微分，然后还有一个额外的这个 Frobenius 它是一个代数上面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因为在这个拓扑版本这个辅几何里面我们是没有这个 Frobenius 它本质上是一个算术的概念。然后有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定义这个所谓的拓扑循环同调。
首先我们可以定一个东西叫 TC minus， 它是什么呢？就是 TH 是关于 XE 作用的同等浮动点。我们可以定一个所谓的 TP 是什么呢？就是 TH 是关于这个 SE 作用的 tet spectrum。然后呢，我们可以定义 TC 是什么呢？就是简单讲，我们把它想象成这个 Frobenius 作用的不动点。但是呢，因为 Frobenius 它并不是作用在同一个东西上的，它是从这个 THS 打到 THS 这个 tet spectrum 上面的。所以说，这 Frobenius 如果我们取一个同等浮动点的话，它相当于是从 TC 负打到 TP 上面的。那这个时候我们 TC 呢就取这个 canonical map 减到这个 Frobenius 的这个同轮纤维，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 TC， 就是 topological cyclic model。 我们认为 TC 是我们把 THH 上面所在的所有结构都考虑进去之后得到的一个谱。然后我们可以证明呢，就是这个单位 trace map 呢，它可以提升到这个 TC 上面。这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这么一个关于 K0 的一个万有的刻画，在哪里呢？就是说 K 理论它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万有的具有乘法结构的一个保毛利塔同构的这么一个理论。所以说对于任何一个满足这几个条件的理论，我们都有一个标准的从 K 理论到它的这么一个映射。比如说我们从 THH 出发，我们构造出来 TC 呢，自然的它有一个来自于 K 理论的这么一个 trace map。 这个映射呢，我们把它叫做 cyclotomic trace map。 这 cyclotomic trace map 它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用这个同调的方式去描述这个 K 理论呢？我们有这么一个所谓的敦达夫·戈德威的马卡西定理。他说什么？就是说，如果 I 是 R 里面的一个幂零理想，那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同等的这么一个拉回。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 KR 和 TCR 它们差多少。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相对的情况下是怎样的，也就是说 R 和就是对于一个一般的环 R 里面如果有一个幂零理想 I， 那么 KR 和 TCR 它们差多少等跟这个 R 模调 I 的这个 K 理论和 R 模调 I 的 TC 理论差多少是一样的。简单讲，如果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如果明确的知道这个 R 模调 I 它的 K 理论和 TC 理论差多少，那么我们对于 R 也可以回答相同的问题。比如说对于一个有限群 FP， 它的 K 理论和它的这个 TC 理论我们都是完全知道的。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如果 R 它里面有一个幂零理想，然后这个幂零理想是一个有限域的话，那么基本上 R 的 TC 和 R 的 K 差多少我们就都是知道的。就特别的，如果我们会算 R 的 TC 的话， R 的 TC 的话我们 相当于 R 的 K 理论我们也有办法去计算。就比如说这个这边的例子呢，就是说什么情况下 R 里面有一个幂零理想，然后上角之后是个有限域呢？比如说如果 R 它是一个比如说 R 是一个这个就是比如说 Z 模调 P 的 N 次方，类似于这种环，还有呢比如说 Z 模调 P 的 N 次方，然后再添一些别的东西。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有限域上面的这个光滑概型，有限域上有限型的这个光滑概型，它的 K 理论和 TC 理论也都是知道的。这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幂零理想的话，就相当于说是一个局部域上的这个光滑概型的这个 TC 和 K 之间差多少我们也是知道的，就类似于这样。当然你要说这个比如说这个 R 换成 Z， 这时候 Z 的这个 K 理论和 TC 理论差的就
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了。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 Z 的 K 理论，Z 的 K 理论我们基本上是知道的，就是说除了它的这个 4K 维的这个 Z 的 K 理论我们不知道之外，别的维数的 Z 的 K 理论我们都是知道的。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 Z 整数环呢，它的 TC 呢，我们其实也是知道的。这个时候呢，它们两个虽然差了很多，但这个差多少呢？我们就 up to 这个 one-level conjecture 的情况下，我们是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的。这时候，比如说我们想算球谱的 K 理论，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算，因为球谱跟这个 Z 呢，它的理想相当于是一个幂零理想的一个极限。然后球谱的这个 TC 呢，我们可以用前面的这个类似于这个 Borsted-Warhausen 的这种理论去描述它，就本质上是一个CP 无穷的一个 suspension 谱。也就是说，在很多例子里面，我们都是用这个，我们都是可以用这么一个 Poisson square 去通过 TC 来算 K 理论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整的回答了一开始这些理论。比如说，我们如何去对一个一般的环定义它的 K 理论，然后呢，我们如何定义一个同调论，就是这个 topological homology。然后呢，我们如何去定义从 K 理论到这个同调论的一个陈特征，就是我们的这个 cyclic atomic trace map。然后呢，我们如何去比较这个陈特征的两头，比如说如何去比较这个 K 理论和 TC，他们关于这 trace map 他们究竟差多少？那么说这个差的呢是局部上是常值的，也就是说我们相当于基本上这个 K 理论，经典 K 理论的这些结论呢，我们都是有一个代数版本的类比的。好，然后剩下时间呢，我们来做一些讲一些这个我们使用这个 Poisson 算 K 理论的例子，就本质上是如何算 TC。最简单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看一下最基本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看有限域的情况。有限域的情况呢，这个是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 Borsted 的周期率。他说 FP 的 THH 呢是个多项式环，是 FPU，U 是在哪里呢？又是在 THH 二里面。然后呢，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算出这个 THH 的这个同轮不动点，也就是说 TC minus FP 等于什么呢？等于两个生成元，一个是 U，一个 V。然后 V 呢是在这个 TC 负二里面。为什么是负二呢？是来自于这个 S1 这个同轮不动点里面这个 S1 作用它产生的这个负二的这个包厢。然后它 UV 的关系呢，是一个非平凡扩张，是 U 乘 V 呢，它等于 P。然后 TP 呢，它是一个洛伦奇数，它是一个 sigma，就是它是一个由 sigma 生成的这个洛朗奇数。它的 sigma 呢，它是在这个 TP 二里面，然后 sigma ni 呢，它当然是在这个 TP 负二里面，然后是这么一个样子。然后 TC 呢，它是这个 TC minus 到这个 TP 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个 Frobenius 作用的这个不动点。这 Frobenius 是怎么作用的呢？Frobenius 它就是说它的 canonical map 呢是把这个 v 印到 sigma ni，然后把这个 u 呢大概是印到这个 p 倍的 sigma，因为要满足右面这个关系式。然后 Frobenius 呢，它是把 u 印到 sigma，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式，就是说 Frobenius 它把这个 Borsted 这个生成元 u 印到这个 TP 的这个生成元 sigma，然后用这个公式呢，我们算一下这个 Frobenius 的不动点，就大家可以想象，这个 u 变成 sigma 之后，相当于这个 Frobenius 整体的把这些东西移到一格，所以说在正的和负的地方，这 Frobenius 不动点都是没有的，有不动点的地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一，这个是真的不动点，然后还有一个 cosec 它是来自于这个 cofab 里面的这个 boundary map 里面，比如说这个 TC 零等于 ZP，TC 负一呢等于这个 ZP，
就是如果要跟 K 理论比较的话，我们知道这 FP 的 K 理论呢，它关于这个不同的素数做完变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关于 Q 做完变化的话，它本质上是来自于一个经典的 K 理论的关于这个 Frobenius 的一个不动点。然后如果是关于 P 做完变化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KFP 在 P 处做完变化，它等于 ZP，也就是只在零处有一 ZP，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并不指望它能在这个，就是说一个 K 理论本身在定义的时候，它是一个 connected table 的 spectrum，它没有负的同群。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FP 它的 TC 理论和它的 K 理论差什么呢？差这个负一的这个生成元。也就是说，对于别的一些环，我们在算它的这个 K 理论的时候，我们非常简单，我们先算它的 TC，然后呢，算 TC 的时候，我们抽象的知道它一定在负一的地方多出来一个生成元，然后把这个多余的生成元给它扔掉，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 K 理论了。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算它的，算一个局部域的 K 理论。局部域的 K 理论怎么算呢？我们假设 K 是一个特征零的局部域，然后它的这个它里面的整数环呢是 OK，然后我们假设它的这个它这个极大理想生成元呢是这个花写的 pi，然后它的这个 relative field 的特征呢是 p，我们这些记号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都是一些标准的记号，所以说，当然这些记号全得记住，因为后面会不断的用到。我们首先呢，我们可以定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定一个所谓的这个相对 THH，就是大家回顾一下，我们 THH 前面有很多定义啊，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说在 R 上呢，就是这两个 R 呢，我们通过这个 R 给它，就是 R 把 module 的这个范畴里面给它张量起来，然后呢，在什么这个范畴本身呢是有点讲究的，就是说经典的 HH 呢是在这个 K 代数的范畴里面做张量积，然后这个 THH 呢是在 S 代数里面做张量积。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 S 代数换成任意的环，比如这个相对 THH 呢，我们是在这个 SZ 代数里面做这么一个张量积，然后再做把 module 的这么一个张量积，这 SZ 呢是这个球谱上的一个多项式代数，然后这个 Z 达到什么呢？Z 达到这个 OK 里面的这个 unifamized pi。我们做这么一个相对的 THH 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前面这个 Bose 的周期率把这个东西给它算出来。我们有这么一个结论，就是 THH 相对关于这个 SZ 的这个 OK 的 THH 等于什么呢？就等于 OK 添一个生成元 U，这跟前面的这个 Bose 的周期率是完全类似的。然后它的 TP 等于什么呢？TP 等于这个它上面有两个生成元，就是它的基本的环呢是这个 K 的这个 weight vector，然后呢它有两个生成元，一个是 Z，一个是 sigma，这跟前面的这个 Bose 的周期率也是完全类似的，只不过这地方多了个 Z。然后它的 TC 呢？就是跟前面也是类似的，就是多了一个 Z 的生成元，然后这有一个 U，有个 V，然后像 Bose 的这个周期率，它里面的这个 UV 的这个乘法的这个扩张问题呢，是 U 乘 V 等于 P，这时候要稍微复杂一点，是 U 乘 V 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 E，E 是什么呢？E 就是这个 OK 里面的这个 unifamized 的这个方程，就 OK 呢，它同构于这个 WK，然后添了一个 pi，这个 pi 呢，我把看成一个不定元 z，然后当然要商掉一个派满足的这个方程，就是 ez，ez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它是个 unifamized 的话，ez 一定是一个爱因斯坦多项式。当然，这个 ez 它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它 up to 一个 unit 才是确定的。然后我们规定的这个 ez 的常数项是 p，这样的话就把 ez 给它确定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 gc minus 呢就等于 uv 减去 e。这个是相对的 THH，那我们关心的是 OK 的 THH，那么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是在我们做同构论的时候一个非常基本的操作，就是做一个 ANOVA 消解。
就是我们先把 OK 呢打到这个关于 SZ 的那么要相对的 THH，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THH OK 上面做这个 THH OK over SZ0 的这么一个张量积，然后我们做出一个关于两个 Z0 和 Z1 两个生成元的这么一个相对 THH，然后下一位置呢，当然是三个生成元的这个 THH。然后我们可以证明一个，就用它的这个连通性，可以很容易证明这么一个收敛定理，就是说我们这么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消解呢，它确实是收敛到一开始的这个 THH 是 OK 的。然后我们对这个消解，我们分别取这个 TC 和 TP，我们就得到一串普序列。就是从 THH 收敛到这个 THH，从 TC 收敛到 TC，从 TP 呢收敛到 TP，就是对前面这个消解，我们分别取这些操作。然后这些里面结构最好的是最底下的这个 TP。大家回顾一下什么是 TP 啊？就对 THH 做这个 TAT 构造。做完 TAT 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 TP 它的结构是最好的，它可以写成某一个 half Andrew Broid 的这么一个ext，然后呢，前两项呢，一个是这个相对的这个 TP OK，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算过了，就是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项呢，是关于两个东西的 TP。这两个东西的 TP 稍微复杂一点，就是我们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叫做这个 delta ring。delta ring 是什么呢？所谓的一个 delta ring 就是一个环上面，就是一个带锁的贝涅斯的环。就是说，我们给一个环，然后上面呢，它有一个 Fermi Bayes 映射，我们把它称作是 Φ。然后这 Φ 满足什么东西呢？就是 Φx 和 x 的 p 次方，它们差的东西是一个 p 的整数倍。这种东西呢，我们把它称作是一个 delta ring。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OK 关于两个变量的这么一个相对的 TP 给它算出来。它是什么呢？它本质上就是说，在这个 WKZ0Z1 里面，我们添一个 H，但是不仅仅是添 H，我还要把 H 的所有的这个 delta multiple 给它全添进去。比如说，它是一个 delta ring，然后呢，它的生成元是有两个，一个是 WKZ0Z1，还有一个是 H。这 Z0Z1 它们本身的 delta multiple 是在的，因为 Z0 的 p 次方跟这个，因为 Z0 做 for 并且就是 Z0 的 p 次方，所以说这些WKZ0Z1 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来自于这 H，就是只添 H 进去的话，这 H 做 for binding 之后，跟 H 的 p 次方它不一定，它是不能整除 p 的，所以说我们要把这玩意给它添进去，然后呢这个，然后添进去一个新的东西之后，这新的东西它的这个 for binding 跟它的 p 次方，然后除 p 这个东西也得添进去，然后这么一遍一遍的添进去之后，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虽然描述起来很简单，其实它的真正的结构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我们要算这个东西，它的一个会 Hopf Andrew Broid 上面的一个上空调。当然，这个东西呢，我们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对于这个具体的情况，其实还是可以算的。为什么可以算呢？是因为虽然底下这个谱序列比较复杂，上面这个谱序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个THH 的话，它不需要添这么多，它是只需要添一些最基本的生成元，本质上是一些 divided polynomial 就可以了。然后它算出来是什么东西呢？算出来大概长这个样子。这个因为这个打印的原因，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大概的意思是说，在00的位置，我们有一个单位元，这是一，这是它的第一行，然后第零行，它第一行比较复杂，在负一的地方有一个 lambda。然后在中间这些位置呢，它有一大串的生成元，我们把它称作是 alpha i l 一，然后这个地方的 alpha i l 二，一大中间有一大串生成元，然后在最后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生成元叫 gamma，然后在这个第二行呢，它有唯一的生成元是 lambda gamma，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descent 的 TC descent spiral sequence，就是这个 spiral sequence 它的一二项，大概长这个样子。然后从这里面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尾数的关系，它里面是不可能有
非平凡的微分的。所以说这个 TC 呢大概找就大概是找就是 OK 取 FP 系数的 TC 呢大概长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们想取整系数的话，它里面还有一些非平凡的这个 boson， 这 boson 的话这里面就会牵扯到一些从 V1 出发的这些 boson boson 这个 differential， 就本质上是跟那个 image J 里面的这些 boson 是有点类似的。这就是我们算出的这个 TC OK 关于 FP 系数的这个结构。好，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跟这个 OK 的这个 OK 的 K series 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就是 FP 跟 FP 的 TC 跟 FP 的 K series 它们之间差点什么东西呢？就差这个负一的这个生成元。所以说我们在算这个 OK 的 TC 和 OK 的 KP 差什么呢？就差这个 lambda。 注意这 lambda 它上面是带个箭头的，就是 lambda 在这它过两个格，就是 V1 lambda 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生成元，然后再过两个格在这些地方都有生成元。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就相当于如果我们想算 OK 的 K series 的话，就相当于得把这个位置把 lambda 给它砍掉，然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它的这个 K series。 然后如果我们想比较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就是说这个 K 的 K series 我们有一个相应的所谓的这个 motivic spell sequence。 motivic spell sequence 呢大概是用来算这个用 motivic homology 去算 K 理论的，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它呢是在第零行呢它有一个生成元是一，然后呢别的地方呢都是一些 V multiple， 然后在这个第一行呢它有这么一些生成元。首先呢有这五个 alpha 的一所对应的生成元，就是这些这个方块所对应的生成元。然后还有一个是 beta inverse gamma， 是这个 gamma 我们取一个 beta inverse 拉回来。然后这个位置有个 alpha 二，然后呢这地方有一个 beta lambda， beta lambda 是哪里的？这个是这个 lambda 成了 beta 过来的。然后这个位置呢有一个 lambda gamma， 跟前面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 K。这个 K 它的 K 理论的这个 motivic spell sequence 跟前面的这个 TC 的这个 design spell sequence 它基本上是能一一对上的，所有差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有解释的。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从 lambda 开始，这个地方是从这个 beta lambda 开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 lambda 我们前面讲了它对应于这个 FP 里面的那个负一的生成元，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方块要砍掉的，因为底下 FP 的 TC 和 K 它们差一个负一生成元，所以上面这个 OK 它的 K 和 TC 呢它要差一个这个生成元。然后相应的这个地方的 gamma， 这个地方是从 gamma 开始的，这个地方是从一个 beta inverse gamma 开始的。它里面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它们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算的是 K 这个域的它的这个 K series， 而前面是这个 OK 这个环的 K series， 它们差一个什么呢？它们差一个这个 K1 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本质上这个 K1 呢是它里面的它的乘法群，然后 OK 的乘法群里面这个派就是这个 uniformly 的派本身是不可逆的，然后在这个 K 里面这个派是可逆的，所以说它们的 K1 里面会多出来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beta inverse gamma。这样的话这两边基本上就全对上了。所以说我们的一个一般的猜想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一般的这个就这个地方只是对最基本的这个 base range OK 做的一个计算，就我们一般的猜想呢是对一般的这个 OK 上的 scheme 的话，我们猜想它上面的这个 design spell sequence 和这个 motivic spell sequence 它们应该是有一个联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OK 上面的 OK 上面一个 scheme 它的这个
descent spell sequence 和它的这个 generic fiber 上面的这个 motivic spell sequence 之间应该是有某种联系的。然后当然是会有一些差别，就是这个差别有一部分肯定是从它的 spiral fiber 上面的差别来的。然后额外的差别就是说，我们猜想就是说，除了这些 spiral fiber 来的差别，就是一个 lambda 来自于这个，来自于它 spiral fiber 上面的这个 tc 和 k 的差，然后这个额外的这个 beta inverse gamma 呢，是来自于它的这个 kc 本身的这个正和列里面来自 spiral fiber 的这个共性，就这些扣角之后，它们两个应该是完全同构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想。好，今天我的报告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